者骆子欣台北报道，民歌43高峰会今晚四度与小巨蛋登场，由杨耀东、郑怡、王瑞瑜、殷正阳、王梦麟的四组民歌手携手演出，吸引约8000名歌迷到场。演唱会上一大亮点，非杨耀东、王梦麟、叶嘉修莫属，三人个别准备三角碟、小提琴、口琴演唱《王老先生有快递》等组曲，在台上更一搭一唱互推。王梦麟说叶嘉修被封民歌教父，自己是民歌天王，让另外两人有默契之说是民歌天王爸爸。王梦麟还说这社会对姓王的真不友善，笑说去风月场所的永远都是王董，难道没有杨董、叶董的吗？还有王八蛋、小王，干姓王的屁事，笑话神长。接住演唱三人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母亲我爱您。开场时歌手们分别从观众席现身演唱看我听我组曲开场，和观众热情互动，气氛热络。于台烟杨耀东缓缓从吊台升起，气势磅礴，随后郑怡、王梦麟、叶嘉修、王海玲等人接力登台演唱乐琴《暮年道》《乡间的小路》《忘了我是谁》招牌歌曲，让观众听得痴如醉。期间点歌桥段也掀起另一波高潮，全场歌迷点不停，安可使全体演唱闪亮的日子为演唱会画下完美句点。而演出前剪制师向荣受访谈，到演唱会筹备透露，每年邀约歌手都没什么问题，因为很多都是超过30年以上的交情，都是一连络上就赶回来。最远的是从多伦多回来的郑怡及拉斯维加斯的杨耀东，很感谢大家情意相挺。演唱会成本约800莫元，票房逾80%。民歌演唱会，王梦麟，记者不顺祥社。民歌演唱会，叶嘉修左起，王梦麟，杨耀东，记者不顺祥社。民歌演唱会，叶嘉修左起，王梦麟，杨耀东，记者不顺祥社。